今天在看电影。看什么电影？看《孩子们的游乐场》。主演是冰宝宝还有 Ryan。那我们看电影的时候，我都喜欢吃一个爆米花。你有吃过吗？有。有啊。那可是我现在没有爆米花怎么办？不买啊。买。要买的太慢了。用变的。用变的。从屁股补补补这样出来吗？要说什么魔法才可以变出？阿里阿里蹦蹦。要怎么样？阿里阿里蹦蹦。要念两遍，大家一起念。阿里阿里蹦蹦，阿里阿里蹦蹦。哎，可是还是没有变出来啊，还是要多念几遍。108遍。那整个电影都做完了，还在阿里阿里蹦蹦。那我们再念三遍吧。好。阿里阿里蹦蹦，阿里阿里蹦蹦。那两遍而已啊。阿里阿里蹦蹦变。啊哇，掉下去了。啊，怎么来两个锅子啊？先生，你的魔法怎么会变两个锅子出来？我在这上面写什么？真的是爆米花哎！那我们一起去妈妈的魔法厨房来做爆米花吧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嘿！我们变身来到魔法厨房了，超快的吧？那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个爆米花了，要怎么做？我是红色。我们现在要把它放在瓦斯炉上面。我放这一边，我放左边，你放右边。这个一定要有大人在的时候才可以用，会有瓦斯，所以要慢慢的。你来，你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。哦，开始冒烟了。哦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屁声。哦，哔哔啵啵，哔啵啵。会不会烧起来啊？好快哦！哎，因为里面有爆米花。对啊，哔哔啵啵，哔啵啵。好快哦，已经开始冒烟，才刚开而已。好香啊！刚开就有味道了呢，再把火关小一点点。哇！哇！哦哦哦！哎呦！拿盾牌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超味道的味道！哇！哎呦！怎么会吞啊？很香呢。哇！爸爸！哦哦！爆出来了！砰砰砰砰砰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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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级香的啦！哇！那怎么还有臭灰搭的味道啊？烧焦了吗？好像是这一个嘞。我先把它关掉，看让它蹦一下。这个还在蹦。哇！你的红色的刚刚扁扁的，现在变很大一包。臭灰搭的味道。哦，赶快开一下抽油烟机啊，不然等一下消防队就来了。哇，那已经挂好了，那我们变身到厨房那边去吃一下，干嘛？准备前进厨房，一二三，变！哇，变回来！我们又变到这个餐桌上了，哈哈，这样子超快的吧？这就是瞬间移动，哈哈，即使胖胖的病爸爸也可以快速移动哦。哇，那这就是我们刚刚做的爆米花，你看这，哇，哇，爆米花，来我帮你切开看看，哇，喂，好像很烫呢，所以要很小，呜，好像真的很烫呢，要很小心哦，还有冒烟呢，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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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，哎，这种是不是给人家做微波炉？好好吃吗？嗯。好烫，好烫。你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塑胶先丢掉。颜色不一样，是口味不一样。
哇，那我们现在做好了，现在是试吃时间。那我们先吃一下 Ryan 做的这个爆米花，看好吃吗？来，我们吃吃看吧。还是咸的。嗯，一个没有吃，没有感觉，再吃一个。哦哦哦哦，好烤哦。这个不会烫吗？嗯，很香哎、欸。这个不会烫哎、欸。我吃到奶油的味道哎、欸。你有觉得有吃到吗？嗯，奶油，奶油甜甜的哈、哦。嗯嗯，所以这个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叮咚叮咚。好，那换一下冰爸爸做的这个烤，这个烤焦的，来吃吃看。嗯，有炭烤香味，果然是原住民炭烤香。哎，是咸的哎。哇，怎么一个咸的？真的，这个是奶油的甜味，这个是咸的哎。哦。嗯。在家看电影还准备这个还不错。对啊，所以改天我们只要会念那句魔法叫做什么？阿里阿里蹦蹦。阿里阿里蹦蹦，爆米花就会掉下来喽。大家回家试试看，爆米花掉下来，快来跟我们说。没有掉下来，没有掉下来，叫圣诞老公公赶快去许愿啊！嗯，我觉得两个都很好吃哎，都超香的，而且我们刚刚从刚刚在厨房下去开火到弄好还不到一分钟吧，几秒钟就开始啵啵啵啵啵啵啵。对呀，所以还是要开中央火就好了。中央火锅好，不要开旁边。对、啊。什么出去外面买太慢了啊！直接阿里阿里旺旺。那以后去外面看电影就自己在家抱一抱，然后带过去就好了。嗯，然后瞬间移动，咻，就到厨房了，然后又咻，又回来这里了。哇，好多烧焦在下面。烧焦，下面都烧焦了。嗯。真的大成功。那你喜欢今天的爆米花吗？嗯，喜欢。嗯，喜欢。Hello baby， 你们也可以在家里试试看哦，这很简单哦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这个请问你们在哪里买的？我们在一般的生活，我们是用魔法变出来的。Sorry， 魔法变出来，上面有写特价35元，自己去找。我的是35元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爆米花大成功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。那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